熊哥在我们书房，尤其是在妈妈书桌下的乐趣之一就是咬妈妈的脚凳。对。嗯，请问你咬得很开心吗？肯定是啊。你咬得这么开心啊？你为什么喜欢咬它呢？而且为什么那么懒呢？我觉得从小到大它就喜欢咬那板凳。为什么躺着咬呢？它很会找角度躺着咬。会不会太懒了？说他懒也好，说他取巧也好。请问熊哥，你要咬多久啊？啊，妈妈这个凳子，妈妈这个凳子，你还要咬多久啊？啊，你咬得那么开心啊？你需要那么开心吗？他带给你什么快乐？啊，哎，还把凳子给拖回来，带给你什么快乐呀？啊？你一定要这样去咬它吗？哎呦，还放个声！你是咬得好，让妈妈夸奖你是那意思啊？啊？哪里咬？换个角度咬，你是以为你是明星啊？妈妈拍你是，你是明星啊？啊？你看你把妈妈的凳子咬的，哎呀，哎呦，真受不了你！你又换了一个姿势，熊哥，熊哥，你把妈妈的凳子供在那儿，好笑。你很努力啊，熊哥，是不是？你看过这个了吗？熊哥，熊哥。啊，行行行，继续工作吧，不打扰你了。你看过了。